我们现在在徐桥站，我们要去找公共巴士站，要坐车去南部啦。今天穿这样，待会儿去看太平洋啦。我们找到巴士站啦，先进去买票。今日から君たちの監督を務める際だ。よろしく。为什么没看到我要坐车呀？我要坐39路。本来听说那公交车大概1到2小时一班，那我想总共1小时一班是有的嘛，对吧？我就没有提前去查，也没有提前到站里来看，我就想反正到了以后就等一等也无所谓吧。结果等我到了以后，我发现我们跟上一班车就错过了10分钟。跟下一班车还差了1个多小时，就整个9点档它是没有车的，8点档啊、10点档啊都有2部车，哦，我真的是觉得崩溃。现在我们在外面找咖啡喝，但是目前来看没有找着。这边的咖啡店好像特别的少，我已经度过了没有咖啡的第3天。我们的车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。你把这东西给我。还有什么？那么我才知道。啊。さやかな僕の胸さをそっと笑ってよ。健やかな僕の癒さをそこで叱ってよ。夜に迷わぬように星など探さぬように僕は歌う。ああああああ。这边的天比较蓝，这边的天好像没那么蓝。我们现在下车了，我们现在要去一家店去吃午饭，他们是11点开始提供午饭，这应该是日本的真的乡下吧，有点像南丫岛的房子吗？这边是冲绳南部，面朝太平洋。我们在这个滨边的茶屋吃完了，现在要去山的茶屋乐水。本来我是先要去那一家的，后来一下子忘记了，搞错了，就先来这一家。不过也没关系，这家的话看海景更好一点。中午就退潮了，退潮以后就难看很多，那些石头啊沙啊就没有前面那么好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先去找店啊，待会儿再说。山的茶屋乐水，我们现在上去吧。它这边有很多的店，就是有天空的茶屋啊，什么山的小屋啊，都是可以住宿的，
还有山的茶屋，冰边的茶屋。好，这是他们的定时，11点到15点吃的饭。丛林小道，爬楼梯。我的柠檬裙终于来到了它该来的地方。爬山，哎呀，太老阴凉了。爬山，好高啊！爬不动了，哎呀，到了到了，看，噔，不错吧？好了，我要拍照了啊。这个店进屋是先要脱鞋的，然后进来。也是可以看海景的，只是说这个位置比较高一点，要没有刚刚那个景色那么近，但是这样你看还是很不错，推荐给你们。这是我的一个套餐，这个是色拉，因为想吃海葡萄，所以点了这个色拉。没想到套餐里面也有的海葡萄。然后这个是一份面条，什么肉味的面筋，还有什么什么。面朝太平洋的午餐，耶！它这个房子好像是盖在，就是跟山结合在一起的。就这一面的话，好像是真的山，这边的树也是真的植被，就从山里面长出来的。这边一楼出去以后是有两个小露台，感觉夏天的话可能蚊子会很多。这边是不是什么山中的小屋啊？看一下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这边的话，还是建议们大家早一点点来，最好是乘8点档的那第二班车吧，然后早一点先去山中的小那个前面那个冰边的茶屋看海拍照，接着就再到这边可以吃午饭。
也可以二选一吧，我觉得。其实我看到的很难的，我觉得。是吧？对啊。刚刚我忘记跟你们说了，我去找了那个暖木拉面，它关门已经关门了，推荐我来他们这一家姐妹店，再走五分钟我就过来吃了。哎，谢谢。